65，差不多27、28岁。我的老师是我爸爸。你是时间长，生产的量不多，然后就是又很烫。正常来讲，倘说你要学到很上手的话，要学差不多3年的时间。做唐中这个东西就是不要添加任何的外来物，那唐它打开太久会潮湿，会受潮，所以当初有人会建议说会添加一些不会让唐受潮的东西，就是要添加一些这个化学物品，但是我爸爸坚持就是不要加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按原来的原味，这样就可以。阿公阿妈那个年代的零嘴大部分都是用糖做的。以唐中来讲哦，像大陆在做的手法就跟我们不太一样。那以台湾来讲哦，就是我曾经看过，就是我在做是一根棍子，其他的有的人他会用2根棍子，就是做到快收起来的那一刹那，他会把它挪过去另外一根筷子这样。但是手法大部分都一样。另外有一个做法就是。一个人站在椅子上面，然后就是糖，就是一样重复这么拉扯，这么拉扯。所以整体来讲呢，我们在拉扯的每一个动作，就是要将空气把它包进去。所以要说有几种方式，我看过就是差不多3种吧，但是全部都是大同小异，因为每一个动作就是要将空气把它包进去，就是这样。你可以注意看，就别人的糖中它做起来会比较白，比较白就是它煮糖的温度比较低，你在吃只有甜，它没有糖的香味。我们糖中吃起来是金黄色的，表示说我们的糖是煮得很高温，我们的糖香你能够吃得到。原则上就是尽量让它接触空气的时间越短越好。那打开吃没吃完，现在已经在房间，回去把它放冰箱冷藏，越冰越好吃。你刚做起来的糖葱，我们在吃，它稍微会黏牙齿。那你冰过的糖葱，你在吃是酥酥脆脆的。假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还是有一些国定假日，我都会在我们麻豆总爷艺文中心这边。那目前就是还有国小的学校都会邀请我们去学校做展演。我教的那个学生，他是住在台中大甲。那他现在大部分都是跑那个百货公司商展，我在总理这边差不多有11、12年吧。坦白讲，我跑过这么多的地方来讲，就是说我们总理这边的环境真的很好，因为草皮很漂亮，然后整个环境来讲就是很清凉，很清幽了。唐葱的要领就是，第一个你不要怕烫，第二个你要去摸索怎么将空气把它包进去。唐葱基本上好像是没什么口诀吧。第一个就是你不要想说能够靠唐葱来赚钱，你是要想学唐葱，就是这个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，我们把它学起来，做没做都没关系。大部分你可以看得到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做这一些东西，所以说我现在会建议说，我们有机会，有一些年轻人，你有机会，你多花一些时间，可以去了解，可以去尝试做这一些东西，让这一些东西不要说到最后，再往台湾消失掉。